向安全区进发。撤离，向安全区进发。他妈！你要炸老子啊！赶紧给我滚下车吧！行吧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刚好把你酒吧开给我了。啊？酒吧开？哎，我有狙击枪，消音器要不要？给你子弹，把子弹给我点儿。要狙击枪、消音器吗？556的子弹你都捡了。来，给你，你过来，我给你消音器。在哪里？诶，我没捡，就在这里面。看一下。
狙击枪、消音器没在上，没在我手上。我拿你捡了。到。我发现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嘞？连谢谢都不用说吗？行吧，看你的车，我看我的车。前方有敌人。有人来了。前方有敌人。走吧。有被堵的吗？谁要八倍镜？要八倍镜的拿四倍镜来换，你要吗？行，咦，等一下，给你了。不要怂，一起上。
我这不叫怂型吧，我这叫策略。这地方我们搜过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有八倍。前方有敌人。
前方有敌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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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丢几个烟雾弹试试。我在打巴豆，我是那个。那里有车，小心。
过来，爬到石头后面来，快！爬过来，爬过来，别爬前面！我的天哪！当然，我唯一能救的就是给你扔个烟弹。那好来救我呀！赶紧扔烟弹，我没有了。烟雾散了之后就赶紧跑，知道没？走，快点吧，别管了。行了，换一棵树，到这棵树上来，快点。四号跑过来，哎，我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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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了，上车。先聊个三啊。赶紧赶紧过来接一下，赶紧走。上车走。快，转弯转弯转。一号上车。行了，就停车，就停车。这里到处都是人，妈耶！赶紧先上楼，他们上来了都。等会上去，没看见脚步吗？好多人呢。是在我们这个房子，还是在我们这个房子周围呀？四个人，一人看一边，一人看一边，一人看一个口，一人看一个口。你看，你看你那边，我看这边，好多人。你不要走动，不要走动，等他们来。好多人上面，到楼上，他在外面，他在外面，他过来两个，门就在里面安全的，毒也刷不来的，我跟你说。哇靠，我没有炸，哇靠，就你一个人。先疗伤吧，赶紧跑，先赶紧爬上楼，别管了。他们都在外面。
不要跟他们打。没事，你别动，你千万不要走动。那么多人，他们可能是一队的。二楼有一个，楼上有，旁边也有。这一把吃鸡就看你了。我怕吃不到，还有十个人呢。没事，你别走动就行了，千万不要走动，别走。别走动，对啊，他们没发现你。十个人之内，肯定他们还有两三队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这里。没事，你还在安全区，不用管他。药包，两个药包哎。你在安全区毒应该也烧不到你。毒没来先别走，你有药包吗？两个。那你不用管他，你可以撑一张。我要去捡。不要爬。不要去捡，不要去捡，现在是最后的捡什么药包？千万不要动，我想找你出来。还有八个，感觉是在楼上的这声音。不用跑，不要跑。你如果跑不过他们，你会跑不过。别跑！你看，毒没扫过来吧？扫过来了。看能不能走。那个毒，把那个门关上，别跑，别动了，别动了。要不关上也行。别动，别动，有人。注意那边那个门口。就这个门口呗。对对对。那边那个门口。这旁边肯定还有一队没死，五个人，妈耶！嗯，跟他们比药包吧，走过去捡捡他的药包吧。不要，不要去捡。你还有几个包？两个而已啊。两个包够了。捡了。楼上有人吃嗝了，他在拼药，别管他。我听你说话，你是光。对啊，这是广东哪里的？深圳。深圳，我在广东深圳也待了半年吧。
哦，难道是要比药吗？就偏药吧。拼药啊！你先把那能量全部打满，等毒来了你就赶紧拼。你先拿饮料，对，打满了打满了，然后再加急救包，等那个药快到你的时候，就打急救包，接着打，拼的吧。急救包准备好啊。反正那个毒过来了，你就开始打急救包，对。四三二一，你的血变红了就赶紧打，这快！按着呢。我牛逼！笑死人了！对呀，你肯定没有。